汤玉博近期曝光第四播出的《致青春》，以轻快曲调结合态度十足的 rap 元素，写出一段劈腿故事。这次 MV 找来中国有嘻哈的女 rapper Vava 当女主角，汤一改以往说唱时的帅气模样，穿上制服短裙，化身青春女学生和 rapper 小鬼对戏，两人演出青春校园爱情戏码。汤玉博也惊喜的以第三者角度客串。这次 MV 全景在北京拍摄，当时正好要飞往北京录制节目的潘玮柏特地在一下飞机后直奔拍摄现场，无意景探班让Vava小鬼惊喜不已。也因为潘玮柏到来，导演现场临时加戏，让潘玮柏在 MV 中出镜，关系看起来好好哦。